透过艺术创作的过程，积极探索传统文化，并理解部落生活的内涵。台湾的原住民族约占总人口数的2%，目前经政府认定的原住民族有16族，各族群拥有自己的文化、语言、风俗习惯和社会结构。对台湾而言，原住民族是历史与文化的重要根源，也是独一无二的美丽。用艺术创作呈现原住民独特的生活艺术与传统文化，感受原民文化丰厚美好的底蕴和能量。台湾原住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建构台湾主体意识的最重要文化资产。原住民族儿童绘画创作比赛的目的，在鼓励原住民儿童透过艺术创作活动，探索并表现生活和文化的深层意义，深化原住民族儿童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同，借以奠立原住民文化艺术永续发展的基础。因此，原住民族儿童绘画创作比赛的核心，并不只着眼于原住民儿童和青少年艺术潜能的开发，更重要的是透过艺术创作活动的过程，积极探索传统文化，并理解部落生活的内涵，建立对族群文化的主体价值观和自信。这是教学指导和作品评审的基本原则，也是整个活动最重要的目标。时方新闻记者赖依荣台北采访报道。